哎，老婆你回来了？是老虎。你干嘛去啊？你这干啥呀？我回来收拾一部分衣服，过两天我会叫搬家公司过来搬。哎，搬啥呀搬？都几天了，你还生气呢？我没有生气，我觉得你日子过得挺不错的，不是有浅浅吗？啥不错呀？你不在我天天我都不舒服。那浅浅呢？那就是朋友，那说好了，那好妹妹。妹妹倒挺多呀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行了，你别在这了，你别在这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你干啥呀？哎。哎，重我帮你拿。哎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太重了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啊。你去哪儿啊？哎，箱子。太重了，不拿了，太重了啊。行，我等你哪天没在家的时候再来拿。你去哪儿啊？不要跟着来。啊、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开啊！不要你去。你穿这个鞋不方便，我开，快上车。我有鞋。上车吧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拍摄。你拍摄之前得吃个饭吧？差不多到饭点了，我请你吃个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钱。那 AA 去吃个饭吧，好吧？我不想跟你吃饭。哎，吃点吃点吃点啊！给你拿个榴莲披萨，你不最爱吃这个吗？你还记得呀？那我肯定记得啊！来，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不要跟着我了，你这天有完没完了？我也没事儿，我陪你一块去呗。我不要你去。那我去附近去看看风景去，我去。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咋了？哎，脚崴了。哎呀，崴哪了？我看看。哎，脚脖子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疼。哎，这样好多了。别碰我！哎，疼疼疼疼疼疼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啊。